在短节目当中获得了一枚金牌。自由滑曲目，大艺术家。 接户外点定三周，安德两周，接户外集团三周的夹金票。 手三就跳，户外集环两周。 三家的连跳。 尽管比赛没有结束，凭刚才的表现，李子君金牌已经到手。 中国女单现任一姐李子君，下一个月台北四大洲赛，我们期待李子君以这次冬运会的表现再创佳绩。台北小巨蛋体育场是她的福地，她在那儿获得过。
中国女子单滑参加四大洲赛以来的第一枚女单项目奖牌。这次没有想到，一直大家担心李子君体力的问题，居然在新疆这个高海拔的赛区，她丝毫没有因为体力不支而耽误这套自由滑。他向现场的观众证明了什么是国内女单一姐的实力。这次回放中看一下，整套节目娴熟老道轻松，跳跃稳定，丝毫不需要担心。表演是李子君的强项，只要跳跃这一关过了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即使比赛没有结束，金牌就是他的。李子君近几年来一直是国内女单最优秀的选手，所以一直担当着替中国参加各种国际大赛的重任。这次在国人面前不负众望，最终成绩121.56，李子君获得了这次冬运会花样滑项目的第二块金牌。冬运会花样滑女单自由滑，李子君获得了一枚金牌，赵子权获得银牌，梁毅获得铜牌。